我师父跟你师父几乎是一样的。这怎么说呢？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对，他师父是石富宽先生。哎，两位先生都去世了、嗯、啊。我师父活着呢，不差这三两天。哎，这好，就活这么几天。两位先生有在的有不在的啊。哎，但他老哥俩算是一回事吧。那是一场买卖嘛。但是他又比我高。嗯，因为什么呢？人家当初北京曲艺团那会儿一进团，三位老先生培养出来的。三位拜石富宽之前，罗荣寿、嗯、高凤山、嗯、王世臣，这老艺术家，曲艺大家。对，这三位培养了他。嗨，这是个三培的演员。哎，什么话您这人家三位，我那就一黄先生啊，黄老先生培养了我。嗯，你呀跟我爸爸似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幼小的心灵受到摧残。您受到摧残呢，我们这辈儿下去的还没摧残呢。啊，有一样的有不一样的。嗯，性格也不一样。哦，我好文。哦，喜静，没事写个字画个画。嗯，附庸风雅啊，那他也比出去打架就强。是，干别的干不了。嗯，写个字画画。嗯，看看书。嗯，跟人家能比吗？我呢好，人家待不住。我好动。那是，生命在于折腾啊。这什么话呀，没事净出去玩去。嗯，打篮球。对，家门口有个大篮球队。嗯，都是高个儿。嚯，最矮的1.97米。哎呦，那我行吗？好，他们都吓死了。是吗？刘神啊，于谦出来了。我厉害。哎，别踩了，别，行了，干嘛？行了，别踩。这打地鼠呢？是怎么着？是打篮球呢吗？这于谦的主要技术就是钻裆啊。哎，我还是那么矮。你踩了他咬你啊？啊，咬！蹭一下子把裤衩给咬烂了。好家伙！哎。打完篮球了，嗯，上内屋打台球，哦，绅士运动，自个儿定制的台球杆。哎，能你呢？我这取经去了，我这一进去打台球的都站起来，啊，欢迎，认识我，高人来喽！嗨，有外号，我叫哦，台球界的杜蕾斯来喽！什么话呀？怎么了？台球界那叫戴维斯来了。我说的是，您说杜蕾斯。这俩有什么区别啊？一个进得去球，一个进不去球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呀，真明白假明白了，您这是说错了啊。哦，改过来吗？台球界的戴维斯。戴维斯带着杜蕾斯来了。没带着，没带着杜蕾斯。没带就别说了，他不让说。哎，说什么？他说买去了，买就买去了。他没买，别说这，不让说没钱，没钱有钱没钱？行了，这没有那个、没有钱，没有钱，没有什么没有钱？你怎么能没钱呢？就没有那个、为什么没有钱？哪儿就有钱没钱？好，拉倒，没事了啊，就没说这个。好，结束了这个话题啊，早就该结束。打台球啊，这一进来把杆递过去，嗯，于老师算这个尺寸啊，那得算台球案，嗯，哎。我这儿，哎，这好，我干嘛比划半天？我上这儿补觉来了是吗？趴到案子上了啊！算这路线，我看着点算呢。看这球走哪儿走哪儿啊？50分钟。哎，对，这就够一觉。哎，这儿醒了，还是睡了。嗯，把杆儿给我，这才拿杆儿。杆儿拿过来，嗯、烫，乒乓，稀里哗啦，咣！怎么那么乱呢？灯都碎了。啊，不是打球，打鸟呢，我这儿。打完台球游泳，哦，水上的游泳，这是家传的项目，对，都喜欢。从他爷爷那辈儿开始，哎，他祖父，嗯，水上运动特别偏好，是他爷爷喜欢这个帆船，哎，帆船带潜水，嗯，嗯，这帆船哪有潜水呀、啊？先帆船，然后不得不潜水，哎，这非潜不可。5天以后捞上来啊，栩栩如生，哎。那是淹死了，那是。哎，现在他们家他继承了这点。我喜欢、啊、游泳，游得可好了。对，是游得快。怎么个快法？裤衩都追不上、哎。那就是没穿，那就是。北京所有的游泳场馆现在不让于谦去了。我游得好，干嘛不让我去？第一，游得太快啊，把人撞着不像话啊，出事儿。第二，你有一个不拘小节的地方。哪儿啊？你在游泳池里撒尿。一说您就外行，怎么常去游泳池的人都知道啊？都在那儿撒尿，这不叫事儿。你跟他们不一样，有什么区别？你是仰泳，
都见过鲸鱼吧？哎呀，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行，别说这姿势了，等裤衩追上就好了。我跟人家比不了啊，人家玩的那个是什么啊？咱们跟屋里写着字儿、画画，干点要脸的事得了。哎，我们干都不要脸的事儿是吗？不一样啊，反正是一块成长，到后来搞对象，嗯，结婚过日子。我媳妇儿同行，嗯，人他媳妇儿找的是出类拔萃的，嗨，也是因为游泳认识的，啊，嫂子游泳游的也很好，是专业的，嗯，国家跳河队的，嗯，跳河队的，跳水队，跳水队的啊，有大书法家，嗯，给他媳妇儿写过一块匾，写的什么呀？水性杨花，哎，什么词儿啊？这是，这是说水性好吗？水性大，胳膊能扬出花来，哎，不是那么解释，水性杨花啊。嫂子还参加过那个嗯，铁娘们三项运动，什么名啊？游泳、蹬自行车、扔铁饼。哎，好家伙！上树、憋老头都行。这好，改女流氓了，他这个。人家的生活永远比我们强啊！我们这都普通人过日子。嗯，那谦儿哥跟嫂子求婚的时候，嗯，人家好捯饬的好极了，骑着马。求婚吗？骑着马，还骑马。都知道于谦在北京的大兴有一个马场吗？是，就好这个。嗯，哎，骑着马，呱唧呱唧，问他媳妇儿。向你求婚，好嫁不嫁？嗯，让他媳妇儿嫁嫁嫁、嗯！你看这马，快了快了！哎，这嗨，我这婚姻大事耽误马上了，你知道？马跑了。嗯、后来结婚了，嗯，一块过日子很好。嗯，我有一个儿子，嗯，叫郭麒麟，是啊，还是跟他媳妇儿有了一个儿子。谁跟他媳妇儿有？你呀、啊，你说清楚了啊！对呀、啊，他跟他媳妇儿有一个儿子，嗯，于思阳小朋友，对，俩孩子差几岁，嗯，挺好。嗯，我特别爱这俩孩子。嗯，我后来我收他儿子当徒弟。哎，他收我儿子当徒弟。这对，这叫互为师徒，就这么解释。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。嗯，替祖师爷传道。没错。哎，徒弟呢分三种。嗯，一种是学徒，学徒一个头磕在地上拜你为师。嗯，你是师父，我是徒弟，跟你学能耐。对。第二个是儿徒。什么叫儿徒？这两个就属于这样的啊。啊，一个头磕地上，上家里去。哦，从小长大。像儿子一样的徒弟更亲，这叫儿徒。嗯，第三种叫叛徒。哎呀，哎呀呦，行行行行，行了行 了, 行了，好，没事了。嗯、哎，好，嗯，节哀吧，乐呵乐呵得了啊。家属打理，嗯、哪儿就打理，那不挺好吗？嗯，他儿子是我徒弟，嗯，我儿子是他徒弟，互为师徒，两边都挺好。嗯啊。没事的时候呢，上他那儿去，上我这儿来啊。平时也在家里边，也都教着。对，这样挺方便。没错啊，郭麒麟也随我啊。没事，咱们去逛个书市吧。哦，你说这个孩子随家大人也好静啊，就是走去吧、嗯，也没有可看的。嗯，《资治通鉴》啊，《清史稿》嚯，《二十四史》啊啊，也就看点这个啊，弄一堆书弄回来了，这就够高端的。人家爷俩玩的比我们讲究，我们呢，哎，早晨四点逛这鬼市啊。我带儿子上鬼市儿啊！啊，鬼市儿净偷来的东西卖的那个 啊, 啊，便宜啊，是吧？是啊。早晨四点，大门口爷仨分道扬镳。干嘛还分道扬镳、啊？你爸爸洗澡去啊？怎么还提这个？那天天去啊，合着。听我们的相声一定不要来的晚啊，头一场就得到，要不然到后边人都乐，你不知道是什么。这有人忘了，他爸爸是早晨洗那个头一水啊，这没忘，没忘。啊、行，不用再说了、啊，那就好，那我就踏实多了啊。嗯、人家他爷俩逛小事儿啊，鬼事儿也叫啊，早啊，那就是呢，过去来偷自行车，早晨三四点跟街上卖，哦、嗯，这样的市场叫鬼事儿，对，也叫小事儿，嗯，天一亮就散了，嗯，爷俩就一弄弄好些好宝贝，啊，喜欢这个吗？哎，就看眼力了，哎，捡漏去了，没错，经常碰见，嗯，啊，我这儿早上起来吃早点去，嗯，一出门看他爷俩打小事儿回来了，那是那儿散了，哦。爷俩得了什么宝贝了？得了什么了？于思阳乐了。嗯，师傅早上好。哎，没得了什么，就闲玩、哦、嗯，有点那个老的那个玩具、哦，我爸买给我了，我就算得了小宝贝了。得了玩具了。我爸爸买了一个小水缸，水缸说是原来清朝皇宫里边的什么东西。嚯、哦，挺好。嘿，我得点玩具啊。我爸爸得缸。哦，嗯、好。你就为说这句来的是吗？很开心，很开心，你是很开心。有的时候没事了呢，郭麒麟也说爸爸，咱上我师傅那马场那玩去吧。哎，应该去。在北京大兴有这么一个60亩地，嗯，就是于老师那马场，哎，养了梅花鹿，嗯，小矮马，嗯，什么鸡啊，
您到这儿这么咬言杂字的干嘛呀？因为好多各种品种的野鸡，它那都有。哎，就是各种大长尾巴的是吧？哦，北京地区最大的野鸡地儿。得了，欢迎您去玩吧。哎，哎，这还是挺好。有时带孩子去。哦，那还带孩子去？哎，带去，带去啊！嗯，我上那儿救于思阳去。哎，这还去了，于思阳正哭呢。嗯，哎，哟，怎么了？问问怎么哭了？因为你惹祸了。怎么了？一问怎么回事呢？马场啊，挨着那个边上荒郊野地的，嗯，它不可能跟城里似的，嗯，包括它那个很多建筑都是简易的，哦，啊，挨着那个水沟边上呢，搭了一个厕所，临时的，拿那个篱笆呀什么的搭一厕所，就挨着那沟边上，嗯，方便，嗯，于思阳淘气，当，哟，踹一脚，这厕所，呜，顺着坡就掉到沟里边了，就这么不结实，害怕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嗯，又把打我。告诉你，嗯，师傅教给你，你教教喊人呐，不管怎么样，惹多的祸没事，嗯，不许撒谎，啊，这对。待会儿跟你爸爸实话实说，嗯，啊，哎，听我的，嗯，美国总统华盛顿小的时候拿斧子把院里的樱桃树砍了，嗯，砍完之后跟他爸爸实话实说，哦，他爸爸还奖励他呢，对，你去跟他说去，好嘞，嗯，很开心啊，嗯，于思阳找他爸爸啊，那个厕所我踢掉沟里边了，啊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嗯，啪，就打上了，给孩子一嘴巴，你瞧这事儿，哇就哭，那，嗯，华盛顿砍樱桃树，啊，跟他爸爸说了，他爸爸都没打他啊，废话啊，华盛顿砍树的时候，嗯，他爸爸没在树上，我当时在厕所里呢，是吗？啊，就别往下葫芦了呢，太脏了，啊。行了，别拧了，别，我跟着厕所一块掉沟里头了。这是打孩子，那是得打。郭麒麟在外边听见了啊，这说实话，怎么还打孩子呢？嗯，啊，打于思阳小弟弟是，我要报仇。嚯，马场不趁别的啊，竟是牲口，嗯，遍地的那个马粪牛粪的啊。郭麒麟找张报纸，嗯。包了这么一兜马粪，嚯，哦！包好一攥上头。嗯，你吃过烧麦没有？啊，就是这形状的呀，就差不多这样子啊。别这么形容。拿到于谦的门口，搁在地上，嗯，点着了火。嗯，看火上来了，啪啪啪，敲门。这孩子扭头就跑。哦，于谦开门。嗯，谁呀？哦，有火。哎呦，就别踩！我还嫌不匀实是怎么着吧？俩孩子特别可爱，这挺好的。我经常跟郭麒麟也说，嗯，我说你跟弟弟在一块儿啊，跟于思阳啊，嗯，你要多疼他，哦，处处让了点他，对，你比他大好多呢，是，你就拿他嗯当亲弟弟看待，你咬什么牙呀？你这怕他听不明白呀？他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反正是我是喜欢他，嗯，我喜欢他，愿意跟小弟弟一起玩，嗯，是啊，刚才我们两个打赌，哦，啊，我都没说什么，我就说那就是你赢了。啊，就故意让他赢的，可以有个哥哥样啊，多好！赌的什么呀？嗯，他跟我打赌啊，嗯，赌谁爸爸先死。哎，那你就让他赢了。我说那你赢了啊！我愣了半天，你愣什么呀？郭麒麟，嗯，打赌的时候有没有提谁亲爸爸先死？就别提这个了，你说的太细致了吧？你这一身冷汗，别害怕，一身冷汗啊！嗯，不过日子一天一天的过，现在俩孩子都长大了，嗯，今年春节我们在一块儿过的，哎，得团圆啊，上马场一块玩去。嗯，郭麒麟裁了好多红纸，哦，要给他师父写福字，多好的孩子呀，写个福字，嗯，贴上。他在家跟我练啊，我这个福字你可得注意啊，练字。哎，你看这左边这一补，对，后边是一口甜，是为什么叫福呢？解释，就是有衣服穿，有饭吃，嗯，有田种，哎，这就是人间最大的福气。对，来每一笔怎么走怎么用啊，藏锋哪儿收哪儿就写，教的真细。这写写完，郭麒麟出去贴给于谦的屋里边门上窗户哪儿都贴。我还喜欢这个。于思阳这师傅，我也要写。好，啊，孩子，你没练呢呀？那也得练呀，啊。哥哥天天跟着我在家里写字，你爸爸天天带你上鬼市，嗯，嗨。这不是天天去，哇，教练，你大年纪别哭，来来，给笔，给笔。你这样，你写福字你写不了啊。你这样，你先从，哎呀，从部首开始吧，好吗？啊，基础练起，偏旁部首，好不好？嗯，你这样，嗯，你看这个福字啊，哈，嗯，你加一笔，嗯，
把这衣补啊把它拉下来啊，拉下来改个走针儿。哦，你们可能是有点文化，嗯，谁都明白。哎，你看这衣补很顺呐， 啊加一撇儿，嗯，加上这个一口甜，啊，就改成一个逼迫的逼，嗯。郭麒麟写完了贴，啊，于思阳在后边，好，挨个改，嗯，你哪怕给我剩一个呢？于谦跟屋里还喊呢，喊什么呀？到这贴啊？为什么呀？表示到了，没到呢，我连家都回不去了 啊！一会儿出来急了啊！这谁干的啊？你看这。郭麒麟都傻了啊！不是我啊，那就是于思阳啊。那是他把于思阳瞪过来，啪啪，那是得打他。大年下他打孩子，那怎么办呢？我都听不得。你没有你什么事？他啪啪打，啊，打的于思阳都急了啊！你这么打我，啊，难道说我不是你亲生的吗？嗯，你这是什么反应啊？我血都凉了呀！我可什么都没说，就没有你的事情，这里什么都没说，他这没完没了跟孩子撒法子啊，打你打你，我想起一句四川话来，像鬼儿子啊，你个鬼儿子，把我气的，我说你可以打就打，别瞎骂街，多难听啊，是吧？不好，你不用拦着，不好听不好，我喜欢这俩孩子呀，啊，喜欢俩孩子，天天这俩孩子跟着我玩啊，所以住马场那些日子，就这整个这半个月是我最开心的时候，是吗？哎，有时候早上起来，来起来，嗯，俩孩子都起来，啊，六十亩地站好了。哎，早上起来得练功，咱俩对吗？啊，一块来啊！我先问问题。嗯嗯，郭麒麟、于思阳啊，看看我怎么着？我帅不帅啊？郭麒麟帅。啊，住口！嗯，小小年纪撒谎。嗯，爸爸这样能算帅吗？嗨，罚你跑两圈去。嚯，这跑两圈，围着马场跑两圈，快！这实诚。于思阳，嗯，你十圈。哎，这没说十圈。好好，什么人呢？您这是？上午归我管啊，到下午。于谦管，哎，我就给他们上课。于谦教育俩孩子，嗯，咱们得说相声啊，嗯，咱们得脑子好啊，咱们得这，咱们得那个呀，嗯，观察力得强。对，你们看怎么着？拿手一指，嗯，金毛刚跟那拉了一坨，有啥事儿？哎，俩孩子，哦，啊，于谦伸手，嗯，这是干啥？嗯，我这玩什么呢？这，嗯，观察怎么样？观察出来吗？嗯。俩孩子去，骗谁呢？啊，你换手指了？谁说的？嗯，就是这个。别说了，那个太恶心了吧！我这都俩孩子哦，是这样子的啊，哪样子的？就是训练这观察能力啊。眼瞅着这儿也开了学了，开学之后，于思阳离不开郭麒麟了。那是好啊，于思阳，你想在马场天天一天到晚的不务正业 啊老师总请警长，哎，你又不听话了吧？啊，这孩子叫你爸爸来一趟，哦，请家长。嗯，于思阳一到这会儿就用上郭麒麟了，用上他。郭麒麟，嗯，老师让我爸爸去一趟，你受累吧。哎，他干嘛？郭麒麟不爱去啊。哦，但是俩人这么好，能不去吗？嗯，到老师那儿，老师您好，怎么着？我是于思阳的爸爸。好家伙，愣说呀，这老师气的呀。那是啊，什么话这是？真是啊，小小年纪瞪眼说瞎话啊！你们拿我当傻子？真是，你是他爸爸，哼，你是他爷爷。哎，这是你的吧。后来呀，哟，又来了啊，嗯。来送花来了啊！嚯，你瞧，哎，哎呀，还送的花啊，一束花，嗯，花里边还没有房卡呀？啊，没有，想什么呢？你。哎，两位可爱的女孩哈，嗯，给我一捧花，给你一捧花，嗯，咱不亏心的说啊，啊，给我这个比你那好看，那这还这还正经了呢。说相声一天到晚在台上不能说别人，嗯，好多人都说，你看你老说于谦的爸爸，嗯，说人家媳妇，说人家儿子，你们这个你们那个，嗯，一到这会儿我特别为难，怎么呢？说谁呀？说你，你说别人不合适，对，
是不是？而且在台上我们就不是这俩人，嗯，就是我们跟影视剧是一样的啊，你是进入这个人物，而且我们是通过语言来塑造的，一定要最快把您带入到规定情景当中来，嗯，这是最合适的，这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并不是说他儿子，你说你把他儿子给我了就给我了，不是那个事儿，我也不见得要，就说哎就没跟我还未见得给呢啊，是你是不给，因为什么呢，我拿我跟嫂子来说，这你别的一块说，就是，这台上就是跟演电影是一样，嗯，这都是假的，哎啊，嫂夫人说句良心话，我很佩服的啊，因为像一天到晚外边跑说相声，嗯，家里没人管，都是他媳妇，那倒是啊，那天跟我说德刚，嗯，我可能是岁数也不大，这些日子忙活的是上火，特别难受，哦啊，怎么回事呢，嗯，我说没事，嗯。不可能是前列腺，哎，没可能，因为你也四十了嘛，这跟岁数有关系吗？他生日大，哎，嗨，女的能有前列腺吗？你上医院去查一个去吧，好不好？查，到医院检查啊，医院那没有别的，先验尿吧。哎，拿小杯，嗯，就像你喝水那杯似的，那不是用壶是吧？啊，不是，没有拿壶，不得往里尿。男的一般那行，拿着杯，把媳妇端着杯，嗯。等着叫名字哦，小医院，嗯，一帮病人都拿着，嗯，等着，护士出来喊他叫名字，嫂子的名字叫王尚举，这名字呀，姓王，嗯，哎，高尚的尚，举重的举啊，王尚举，哦，他站着最后啊，没听见哟，前面可都听见了哦，那还真举这位王尚举，太实诚了。王尚举，我还举，这句他听见了啊！道哗，全道去。嗯嗯，好，嗯嗯嗯嗯，可以，嗯嗯，该我了吧？好，这还。好几千人一块儿说话，谁知你们说的是什么呀？听不见，你不搭茬又不礼貌哈。嗯，这喊唱一个啊。嗯，这谁说的呀？啊，好，你们出去。哎，这嗨，嗯，干好几十年这个，我再弄不了你。退票门也没有啊！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。这服务宗旨啊！你看我们俩这状态，你们还不了解这两个人吗？是吧？啊，七岁从艺，我跟这行干这么些年，我都快成精了啊。包括于老师，于老师也好有一笔，嗯，好有一笔，笔从何来？树叶过河，这叫就靠这股子浪劲儿。什么乱七八糟，嗯，这都哪儿学的俏皮话啊？你黄先生教我的。哎，老先生教不了。哎呀，你说唱也不是不能唱，嗯，这些年我们俩搁在一块儿，嗯，算是把这个艺术行业里边都干过来了。那倒是啊，我从小说书出身，嗯，说评书，说相声。唱大鼓，嗯，大鼓书，哦啊，什么这个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，嗯，我都干过，没少干，还不是说就站着清唱，嗯，不是他们那穿个西装站着来一段，嗯，跟票友似的站台上听，不是，不这样，大班出去唱戏，上农村跑庙会，嚯，九十年代初干了三四年啊，哦，后来我们俩在一块儿，这么些年来电视节目，嗯，什么影视剧的编导、导演，连后期这乱七八糟都全干过，都干过来，都干腻了，都快，嗯，啊。这个唱戏的时候应该是最苦，哦，苦啊！哎，那会儿天津、河北、北京的郊县我都唱遍了。嚯，哦！那会儿唱戏村里边唱，嗯，搭一台子，啊，人有庙会啊，或者什么庆祝什么大队支书得了什么奖了，就有这个，这事儿也唱啊，搭一台子。那会儿净住着小学那个学校里边，哦，几个桌子一拼就算一张床，真是苦。好一点的村呢，就分到老乡家里边去住。哦，哎，夜里面的村里都黑的。嗯，因为河北省一带，它有的时候它那个水啊有碱，嗯，那个脸卸完妆卸不下来。哦，早晨七点多就开戏，一直唱到深夜，多少出戏来回这么唱，一天到晚，嗯，一天这脸就洗翻了，哎，行话就洗翻了。嗯，啊，洗翻就是洗又红又肿，嗯，转天就那样，还得接着往上画。嗯，啊，过敏了都。挺感谢那会儿苦难的岁月。嗯，好多戏，我那天我今天要出一本书，哦，叫《马过梨园》，就是我唱过的100出评戏。嚯！啊，传统评剧，我那天拉了个单子，嗯，我唱的是150多出，应该是，嗯，而且几乎都算现在失传的了，是吧，啊？这是财富。我要出本书，嗯，配上剧照，就是介绍这出戏的故事，嗯，主要表演技巧以及是唱段什么的，嗯，
这照片拍了一半了，快出了啊，嗯，好多戏线都没有，有时候我跟专业唱评戏聊天，说三句话就不爱搭理他们来了，哎呦，啊，就是聊不到一块儿去，嗯，我唱的都是这种老戏，你包括很多戏线都没人唱了，嗯，比如你们有时候台上正喊呀，叫小帆，京剧四郎探母做工叫小帆，嗯，京剧评剧啊，梆子评戏，其实当初是有这个戏的，评戏也有，评戏也有四郎探母，哦，只不过后来没人唱，嗯，这戏逐渐的就没有了，嗯，连整个剧团都没事干，你演员有什么事干呢？哦，啊，我给你们唱一个评剧的四郎探母，你们听听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嗯，您帮忙啊。我又帮忙，你没办法，这实在是没辙了啊！啊，我不会，你都失传了这东西。啊，是你就搭个架子啊，就是有一段，嗯，在夫妻坐在一块儿，杨四郎、铁镜公主两人一块儿猜心事的时候，哦，啊，到最后杨四郎跟人说实话，我不是你们这儿的人，嗯，我是杨家将。嗯，到这儿的时候唱到后边，我本是杨四郎，名姓改换。是，到这儿有一句，我本是杨藏，嗯，这我一罗，哦，切住了。旁边公主怀里抱着一孩子啊，这孩子搭架子，小孩的哭，嗯，啊啊啊，哭，哦，就这个，你搭上这架子，接着往后唱啊，哦，就小孩哭声，掐几句啊，掐几句啊，那行，都只为宋王爷舞台还愿，盼人美狂生家来在了伯范。你的父天庆王设拜双龙宴，我的兄八元将赴会在沙滩，我大哥替宋王西迁遭难，我二哥替八王命人黄泉，我三哥被马踏石入泥烂，有本宫和八弟失了伯藩，我本是杨藏啊啊！我的儿，就等这句呢，是吗？我说这不白搭吗？这架子，那当然不白搭。这没这句，谁给你唱啊？这好，评戏也有叫小帆，哦，就是最后那个嘎调，嗯，挺高。咱们来这试试，来来，嗯，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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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嚯！五十分钟，啊，这等不了，直接张嘴吧。仙公子去到金披剑，拨开乌云见苍天，站立宫门叫小凡，没完呢，来，带爷的千里战马靠连环，驸马爷我要出关。好，那么晚了，你说你们也不回家，不走了，睡哪儿啊？就这儿啊，嗯，早休息。哎，您回来，您，啊，人家不走，您走了，不合适。你他们都躺下来，嗯，咱们站着也不像话。嗯，这个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嗯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嗯，又来了。你先应付着，一会儿他就腻了。哎，这，嗯，那小演员站台上就怕观众说话。嗯，一说话搭不上茬来呀，四脖子汗流就傻了啊，非得我们这老奸巨猾的，你说这还，嗯。这个哪个节目挨着哪个节目其实是设计好了的，对啊，你比如现在开始到于老师翻跟头了，来开始，没有，他翻不了，翻不了，这才是要活钱的，他翻不了，嗯，你高峰倒行，知道吗？高峰，来高峰翻一个吧。哎，高老师，高老师到您翻跟头了，嗯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对呀，啊，对这个我师弟，哎，高峰，对，范老师的徒弟啊，范老师是范岛爱，哎，去，不像话啊！那是我师父叫范振玉，翻译过来是范岛爱，没有，没翻译过来叫范振，哎，不用翻，怎么那么乱啊？就一个名字，天津的老艺术家，哎，范山玉，山玉干什么？白鼠的振玉，振玉 啊, 啊，镇压在山玉里边，嗨，那多闷得很，呼死的啊，太冤了。那个今天是开箱，对，德云社人都凑齐了。哎啊，这一春节也挺累，
是，我一看手机朋友圈，于谦，哇，巴黎真好玩，出去玩去了，就是这个游人太多，嗯，语言不通，但总的来说喘口气都是甜的。真啥？你再看高峰这个，我呢？莫斯科怎么这么冷啊？嗯，红场上也没什么人。我上俄罗斯，但是我心情很好。对，多好，玩儿去啊！下午这俩人买泡面遇见了。嗯，吹什么牛呢？我们俩跟这世界公园玩一圈，我们这不挺好吗？这就挺好，我们仨又碰一块了啊！这哥俩，我的左膀右背。啊，怎么这些年来跟着我吃苦受累，可别这么说啊！一个嫂子，一个弟妹，也很过分、嗯疼我、啊。你要说什么？加倍的疼我，哎，互相关心，所以说挺好的啊。对，这个我也是无以为报了啊。这辈子就这样吧，哎、到下辈子、嗯，如果说我要是当了皇上，怎么样？于谦啊，我封你是大太子。哎，高峰。啊、你是二太子，不，你说这个我就不同意。哎，凭什么他是大太子？对不对？当着各位父老乡亲，咱得把这心明眼亮。为什么你是大太子？不是你跟我干什么？你等一会儿，嗯、怎么了？我问问，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？啊？哎呀，你有什么理由？这还用理由？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？啊对不对啊？哎呀，朕很操心呐、啊。甭等，你先甭朕，这跟年头没关系，知道吗？那岁数也在这儿呢。那岁数，你还能继承多少年呢？对不对啊？我继承多少年？我是大的，你这凑来一二的，你完了。不是，对，嗯，咱俩一儿子跟这争什么呀？咱俩，我身为一个皇阿玛，我认为你们俩这儿是不应该的，哎、因为皇阿玛，皇阿玛啊，你啊他这有原则性错误。太对了，是不是？你就没学过历史？怎么了又？皇阿玛像话吗？嗯，我们这大太子、二太子。这是明朝的称呼，哎、皇上大太子。你要是皇阿玛，那是清朝的称呼。这是个满洲话。对你要是皇阿玛，我们就应该是大阿哥、二阿哥，你知道吗？嗯嗯嗯嗯嗯。我刚才就对你有意见。皇儿说的对。你什么皇儿说的对？他说的不对呀、啊。怎么不对呀、啊？这都到清朝了，我得是大阿哥。到哪朝代岁数造我也是大阿哥。这跟岁数没关系，就愁死寡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朕很心急、啊、咱别争这儿子了，嗯嗯，我们俩怎么都变成儿子了，不像话，咱仨人得一个辈分，哎，对，就你改一改，哥仨一个辈儿，对、啊、我要是皇上的话呢，我们呢，你是正宫娘娘啊，哎，这倒是一辈儿，你高峰，高峰你是西宫娘娘，我好吧，这行，我还不如他呢，怎么不如他、啊、不，这也不成，怎么不成、嗯、凭什么你是正宫啊，对不对，正宫要求得母仪天下，我就不母仪天下吗，我这样，我跟您说啊，那个老爷子，哎，不是陛下，他呀，陛下，他不能当正宫，怎么了？他生不出孩子来，哎、你知道吧？我跟你生得出孩子来，你生得出孩子来，你甭管那我怎么生，哎、我们这俩娘们就愁死我了。不是愁你，这也不合适，你再稍微改改。这个，你调整一下行吗？我甭调整了，这这样吧，换。你是西宫娘娘，嘿，这回你是京中名妓，对喽，哎。我呢，偷偷摸摸找你去。你要不去呢，我准去啊！你就别来这套，净不去的。我告诉你吧，啊、我跟你说啊，你吃过亏是怎么？你说这说这都不成，我怎么又改了名妓了？我又不是你那呀，这你这嗨，都说了皇阿玛，清朝哪有正宫娘娘、西宫娘娘？对呀、啊，嫔妃呀、啊！哎，这行，你画嫔，画嗯，你嗯尿嫔。我这前列腺还有毛病。朕封你在滴答宫。哎呀，嘿呀，这。太不痛快了，我这听着多解闷啊，是不是？好吧，不行不行，您甭说，您说这辈子事儿得了，怎么这么复杂呢？您甭说下辈子，咱好好说相声吧。哎，就是，咱别说那没用的了啊。这是德云社的总教习。哎，您客气，因为总尿鞋这个人呢，总尿鞋，我那前列腺也完了，看来啊，滴答二公好吗？好家伙，我是二公的，嗯，挺好，一块合作这么些年了。哎，现在在北京呢，他们哥俩其实比我走的还近一些。我们离得近，我住在北京北边。对，嗯，他们俩就住在八宝山这边一边。哎，八宝山住那儿、啊，挨着后墙啊。是，两个人一人一套烟景房。嗯、对，烟景房啊，四季如春啊。是我们倒暖和，住炉子边上，常年给暖气，俩人挺好。嗯，这套房是高峰的，对，那套房是于谦的。哎，我们同一个楼层，站在高峰的屋里边就能看到于谦。卧室里的床，哎，间距小一点，太近了。所以说，高峰老师业余生活很有意思啊。你要不干嘛呢？吃完中午饭，高峰的媳妇归着东西走了啊，他有事儿。哎，高峰把门插好了，对，就把门打开看看。
确实走了。好，我强迫症，心眼窄。嗯，插着门，把望远镜拿出来了。你看咱有道具，哎，没别人干好事儿，好开心的样子啊。是，站在自己的窗户这儿。嗯，对门就是于谦儿。呵，这窗户看那窗户，那窗户里还床，哎，床上还俩人，要多清楚多清楚。高峰，我热了是怎么着？看兴奋了哦，哎，看俩钟头。好家伙，好家伙啊！眼前的玻璃舔的不干净，哎呀，给擦玻璃了。看着下午四点半，哎呀，踏实了。下楼一会儿看见于谦、高峰，敢告诉他？哎，我们有这交情，之前知道这儿了。谦儿，嗯，我吃完中午饭没事干，是、啊、我拿望远镜站我那屋里看你那屋里头啊，我看到四点半。您听听，我看你跟你媳妇儿睡觉，嘿嘿，什么人有收获？开心。嗯，于谦看看他，嗯，还抽呢。可以啊，那个换个好点的望远镜吧，好吧？为什么呀？那不是我媳妇儿，嗯，那是你媳妇儿。哎，去，好家伙！我得谢谢于谦老师啊，他没把我卖出来。怎么？因为那个男的是我啊。哎，去。我把房租出去了，别胡说啊！而这女的是王上举，我告诉你，这还记着呢。所以我们仨是一家子，这好多乱的。现在到了于谦老师唱歌的时间了，哎，你看，这都开箱了。您去年一年都没怎么唱，今年谁说的？好，去年一年哪场没唱？哎呀，这一年一年的过得真快，是吧？那可不，赶紧吧，今天开完箱了，咱们今年。商演的节目都已经准备出来了啊！好，哎，就是于老师唱歌的节目，哎，这好嘛，好，嗯，演唱会真唱啊，唱啊，真唱，唱什么？哎，点什么的都有，一块红布啊。说我也不会别的，就是崔健的这几首歌，以前听过，唱一块红布，唱几句吧，好吗？好好好，嗯，一块红布，哎，对，这个歌之间中间每句中间有点伴奏，所以清唱不是太好唱，唱几句啊，您来吧。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，也蒙住了天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，我说我看见了幸福。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，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。你问我还要去何方，我说要上你的路，就唱这么几句吧。好，谢谢谢谢。瞎聊好，瞎闹多好啊！哎，就是，很好。哪会那么多一个？哎，你们难为他了，他就会这一个啊。我可得会呀、啊！你们净要求我来，是高难度的啊！啊，唱一个行，唱一个，我给你们唱一个小曲儿吧，好吧？哎，这也好。清朝乾隆年间出了一本书叫《白雪遗音》，不好买，记载的是皇宫里边给皇上唱的小曲小调。对，我们听一听风花雪月的东西。哎，阳春白雪，小寡妇。您、嗯、等您，这是这是给皇上听的吗？这个皇上还没我品位高呢。住口！你这个太监，对你才是太监呢，不要耽误时间啊！那您快唱吧。老寡妇，哎、你看耽误时间了吧？这是他奶奶，这个、哎、你奶奶俩寡妇，别闹。后来呢，他媳妇跟我说，说这声音、哎、这又来了，怕你没听见。寡妇吗？小寡妇，三更半夜雨泪纷纷，思想起多情有意的人，我为你往山跑死马，我为你杀驴等黄金，望断天涯空余恨，骂了声抽烟喝酒烫头的人呐、啊！这个大半夜了，你们也不回家？这样吧，啊，因为这个高老还没唱，咱三人。唱几句戏让大伙儿听听好不好？哎，好啊，三个人啊穿插着来，特别简单啊，三言两语就把这故事说明白了。什么戏啊？有一出京剧叫姚七，老戏，
好几个名字。对，头二本的《草桥关》，嗯，也是他。嗯，哎，什么打金砖上天台也是他。哎，都是这事儿。汉宫惊魂也是他。哦，啊，这一个故事好些个名字。对，他不同的演，他不一样的名字。嗯，汉朝有一大将军，老王爷叫姚七，是大花脸白胡子老头。哦，老两口子，一会儿我唱老头啊。哦，您扮演。然后他老太太让你来唱。两口子，姚七的夫人，对，是是啊，这姚夫人，我们老两口子、嗯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儿子，谁演？儿，这没得挑，只能我来了。占便宜就上啊、嗯！我这占着便宜呢，我。哎，你演这个儿子叫姚刚，我、啊、这儿子叫德刚。哎，去、啊嗯！哎，有个刚嘛？对，这儿子叫姚刚。哦，姚刚，这孩子特别愣，是把国丈打死的，有皇上的老丈人啊，他拿了块石头，太湖石，是，砰。怎么？这个声音你们记得吧？于老师那个，嗨，把国丈压死了，这死法。老两口子一听说，哎呀，天哪，惹大祸了啊！那可不是吗？儿子，你是我儿子是吧？哼、嗯，好小子，你惹祸了，给一嘴巴，要训子。这儿唱，带着上金殿赔罪、嗯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省事，好不好？来，咱把弦儿叫上来。陶阳回来，啊、又有弦儿，他又来了，是，来吧，来吧，这凑个热闹，换京胡了啊！来来来来，改京剧，快来，哎，有两下子，来，嗯，都会、啊。过来，来来来，过来啊！是是是，就改京剧了啊！那个，我是谁？您是我爸爸。你是谁？我是您儿子。他们俩是谁？我嫂子跟我哥。哎、什么辈儿啊？哪儿练的呀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没事，去吧、哎。就为这句来的，哎、太开心了哈、啊嗯！好了，刚才唱的是京剧姚七。哎，这完了，完了，这孩子白上来了。你在这边上场。哎呦，我听您的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一见面做戏啊！来，来，开始了啊！大老爷，逆子姚刚用太湖石将国丈压死了。我知道了，逆子今在何处？姚刚，快来！父子在朝功劳大，压死国丈不犯法呀。可是姚刚，正是。你是我儿，爹爹。你是我子，是。我是你爹，我是你爸爸。哎，我是你亲。哎，您差不多。哎，吃饱了就得了啊。还唱不唱？就往下接着来。你是姚刚，正是。你是我儿，俩人一个师傅教的。你是我子，我是你爷爷。怎么跟妈妈说话呢？这这，人家这有这么些这词儿吗？废话，你这怎么不按词儿说？你多加了两句话，不像话啊！哎，接着唱。接下来这个戏在你身上了。哦，我怎么做戏？而可是姚刚正是近前来为府有话言讲。我呢，叫你过来。过来之后，一个嘴巴，康浪前列，康浪前列，康，这就开唱了。哦，但是叫你过来就看你了。想过去，但是又知道去了准挨打。不去又是孝子。嗯，就这处处摊摊这个劲头，这是做派，小节骨眼儿，可不好了。那错不了啊。来吧，没问题，咱们听。而近前来为府有话。对儿演讲，讲些什么？哎，快上！哎，哎，哎，你往往前去，别走啊！哎，嘿，你讲，行了，行了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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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这干嘛呀？挺哏儿，你看这还干不干？是要干嘛？丰收了是怎么着？这不是王府吗？怎么到大队部了？扭上秧歌了，你躲什么呀？你不让我处着他，处着他，你别跑秧歌了，行吗？来来，进去，进去，打上。那我才小王，那才哎，佛是儿女真当大。压死了国丈，你犯了王法，
歇歇吧啊。让陶阳唱一下，陶阳拉弦了现在啊。嗯、一年之计在于春节正月十五。哪有这么句话呀、啊？说也说了，唱也唱了啊。嗯，对，这一年的工作就开始了。嗯，哎，这个春节前的最后一场演出是《封箱》啊，咱们是腊月二十六啊，二十七我忘了。二十六，二十六啊，《封箱》之后，初三、初四，天津体育馆就演了两场了。嗯，歇了几天，到今天这一年的工作又开始了。对，刚才在后台。演出部的人把单子递给我了，您、哦、看看吧、嗯。这是今年准备签的演出，嗯、看看哪儿去哪儿不去的是吧？嗯，我说今年不要演太多了，哦、啊，今年咱们调养一下。哦，明年一六年是德云社的二十年大庆，您听啊、哦，咱们得好好热闹热闹、哎、啊、嗯。啊，当然今年你不演不演也得演啊，那可不是吗？是不是就喜欢这个干这个？每当安排演出的时候呢，这是最复杂的事儿了。嗯，因为德云社人太多了。嗯，我们是这个地球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相声团体。还真是这样。我们连演员在学员四百多人。是啊，一场演出也用十来个。嗯，所以说实在是排不开。现在北京城有六个德云社。嗯，啊，南京有德云社，黑龙江有德云社。嗯，这是今年开始，嗯，包括长春，包括洛杉矶什么的。因为之前澳大利亚墨尔本有一个德云社的分社。嗯，所以说就全面开花，慢慢来吧、哎、得安顿他们干点事儿啊，是吧、嗯、这不是水平一般，能力有限，但是难得大伙儿这么支持咱们，是吧？是是是，我们哥仨代表德云社、哎、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、哎、谢谢各位啊，谢谢谢谢诸位。您甭客气，不辛苦，拿人钱了啊。嗯，倒说实话、嗯、这说实话做买卖嘛，是不是啊？就是、客客气气的。我最讨厌就一上台之后跟观众绷着个脸，你谁花钱看俩冤种啊，是吧？你也绷，我也绷，犯不上。嗯，而且来说，我老觉得站在观众面前，演员就是学生。嗯，啊，您各位好几千人，藏龙卧虎，对，哪单位高人都有，底下看有七十、八十的，人就差你俩四十岁的人教育了，不至于啊，是不是？明是非，懂善恶，知羞耻，识良莠，我们的人民是最聪明的了，不至于非得哪儿就差俩说相声给你上课，你才知道人生如何走，犯不上。卖艺，卖艺就两种，一个是卖艺，一个是卖人啊。能卖艺尽量卖艺，卖不了艺你再卖人啊。嗨，我们仨这个状态现在看卖人够呛啊，也没人要啊，我们也就这样了。大伙儿多捧吧，多支持是吧？今天来演出来了德云社的部分演员，把他们叫出来，您再认识一下，好吧？再见，来，好的，来，好嘞。其实有认识的啊，打头一个，那头不用多说了。来，高峰高老板，嗯，旁边这戴眼镜的，这是我徒弟、嗯、啊，这是我儿徒啊，哦，爱徒栾云平，对，嗯，来吧。那么一子干儿陶阳陶云盛，哎，那胖子往前来，那个十二生肖他是属冬瓜的，我师弟啊，他叫梅哲。没辙、啊、叫什么刘哲，刘哲姓刘啊，赵钱孙李那个刘啊，嗨，大家一定要多支持他，因为他是少数民族啊，这不玩意，你回来，谁让你走的啊，无组织无纪律，真是，你以前打根上不是德云社的吧，是吧，嗯，那个别看胖，原来当过兵，站在台上一戳一立，那个状态很好，那个大伙儿来走过走过那个正步什么的啊，哎，可好了，先来个中国的，来，那错不了，来来来来，可爱，我可爱看的这个啊，你从二环上走，等不了我们这个立稍息，不是先稍先立正，哎，先稍都行啊，稍稍息啊，稍再稍一回，立正，向右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前步走，预备走，走，来，走，来，走，走，行，你看了吗？一看就学过哈，我这直晃悠，这台板，硬了，哎。就是英国他也会，英国兵走道那状态他也会啊，英国当兵的呀，那错不了啊，英国啊，来一个吧，游戏，哎，不是，这是英国吗，这个这是英国，哎啊，哈喽，那边哪边，这边立正，这跳，来，one two three four，走，快，对，就哎，英国俄罗斯的他也会，俄罗斯的兵他也会啊，哒
打嘟噜就是俄罗斯的呀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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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于老师跟人一块啊，这个您是阅兵了，阅兵了啊！就我得讲话。哎，对，对，嗯，前轱辘转，后轱辘转，辣白菜干冷面来，哎，来烤肉这边走，对，开始。好，人不人不不不人不人不人不不人不不人不人不不人不不人不不到到。别挨骂了，来不了啊！来，旁边这个，这穿蓝大褂，这是我大徒弟啊，这叫严云达。哎，开门的徒弟啊，这个他的表演风格以猥琐和便宜见长啊。便宜就是贱，什么话那叫？是找不开零钱了，这是。好，滚回去，好。嗯。哎呦，换这个，那个，那是我儿子郭麒麟。好，我儿子啊，我大儿子这个啊，来那个弹三弦的也我徒弟说相声了，这周九良，还有吹那个的那个，吹哪个的？那个叫什么来？生吹生的那个，嗯哦、吹生那个啊、嗯，那个王鹤生，王鹤江，王鹤江，哎，那个主持人是我师弟，嗯、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，哎。演员都介绍完了，哎，没有，这还差一个呢，嗯、哎，还差一二儿子呢，哎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来，老二，什么？哎呀，呵，这不嫌脏，嗯，是，那姑娘还我的观众啊，啊，你就这俩观众了吧？啊、嗯，你们仨好好过日子吧，嗯，你们俩不嫌腻，哎呀，是，就为了他买票，我退给你，哎。这辈子不让你再来了，保安把这打包给孙老送家去。别别别，囊乎囊乎也是好的。人家花钱了啊，花钱花钱是主锅。嗯啊，你们这打算把我吃了是吧？说你看这姑娘多可爱，我就爱吃肥的。你们回头看看，你都胖成那样了，还爱吃肥的呢。这个孙老师也是相声世家出身，他是李文华先生的外孙。啊，这个孙子呢？这孙子，连你儿子都骂一遍了。那、哦、怎么说呢？叫那叫外孙子。哎，对，还是你聪明啊，挺好。那、这个今天跟岳云鹏一起上晚会，然后放了岳云鹏做手术了啊。我们让孙越老师给大家唱一个吧，好吧？哎呦，对对。孙老师在后台来不了了，载歌载舞，尤其是钢管舞跳得特别好。没有，我认为可以。这个不适合我的高度，还没跳就给压下去了啊！不跳了，不跳了。我坐，不跳不跳吧啊！谢谢大伙儿吧啊！我回去了，捧我您回去吧啊！下一个节目，请您欣赏相声《情义千秋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。哟，谢谢于老师，您的快递来了啊！我这个是房卡吗？谢谢啊。哟，还有我的呢！哎呀，我可喜欢这个米老鼠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每次来演出，我弄得就跟上货似的。因为你们，我们家开俩超市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喊什么的都有啊！嗯，
就是看现场观众的称呼就知道你是谁的粉丝，能听出来吗？那当然。哦，张云雷的粉丝喊姐夫啊，不少。郭麒麟的粉丝喊爸爸，你看看。这个于谦老师的粉丝喊祖宗，不，没有，没有，不这么喊。来了一个，你看，你的粉丝不是很多啊？啊，谢谢吧。嗯，听相声啊，最大的乐趣啊，就是台上台下可以互动，哎，就聊天。哎，有时候台上说一句，台下也说一句。对，这个有的时候台下有一观众要搭对了一句，整个后台说相声都挑大拇哥，就是这句说的好巧，嗯。接的是时候，有意思。我打七岁学这玩意儿，嗯，到现在干了半辈子，嗯，反正要是赶上观众在底下搭对的，嗯，搭的好，嗯，也就三到四回。哦，哎，大部分是跟人瞎起哄聊天吗？有的喊的，男的喊的多，是因为带着女朋友，是吗？他得逞能啊。怎么叫逞能啊？他得让他女朋友看，你看我有多灵。哦，我有时候就看这俩人。郎才女貌，男孩也精神，哦，女孩也好看漂亮，我就愿意给他嘴里递一句，哦，让他接个下茬好露脸，俩人好好过日子。这就能好好过日子。哎呀，有时候一瞧俩人长得跟踩过似的，我就弄死你。什么话这踩过什么样啊，你老北京方言一种水果没长成，哦，长成样啊，踩过。哎，踩过。哦，没见过踩过？没有，去照照镜子。我叫我呀我像踩过似的。刚才烧饼，嗯，烧饼跟曹火阳这小哥俩，这是我俩小徒弟。对，嗯，卖故意，嗯，让他休息一会儿去。嗯，换上我们老哥俩来了，说一段吗？您都认识我们，熟悉。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，客气。我叫郭德纲。啊，哎，谢谢各位。这个着重的要介绍一下，太客气了。今天这个日子呢，是一个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。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。你先等一会儿，就这一年呢。先等一会儿，你别往下说了，肉快肉快。这等一会儿吧。嗯，跟您商量点事儿。好的，以后您要不打算介绍我，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，行吗？这太别扭了。没有不认识您的呀，不来的都是熟的。中国相声界数一数二的人才，您过奖了啊！醒于明谦，字麒麟。因为啊，我怎么跟你儿子叫一名了？你这个我一定要批评你了。怎么呢？你不要像那些个相声演员一样，在伦理上、道德上找一些个包袱和笑料，这个没有意思。你是好像你叫麒麟，你不要指望分我的任何东西。废话，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你。你要给我，我叫就叫了。你这玩意儿。那多新鲜呢！那我给你一毛。不是谁呀，啊？咱讲理啊！啊，你说俩孩子，俩小孩，一个五岁，一六岁的，嗯，俩人在台上说相声。哎呀，你是我儿子，这个那个的，观众看完人家烦得很，就谁也不爱听这个。这俩半大小子怎么这么讨厌呢？对呀，贫。怎么你就是他爸爸，他就是你儿子？观众不爱看。哎，到了咱们这个岁数，谁是谁爸爸也就无所谓了。不行。喂，这到什么时候也得分清楚了。哎呀，我能分不清这个吗？那您开玩笑。哥俩在一块儿快半辈子。哎，就是啊，为什么要说相声？嗯，为的是快乐，高兴。这个人活一辈子，其实什么都是假的啊，只有开心是真的。哦，哎呀，我趁一幅唐伯虎的画，嚯，打明朝流传下年，哎呀，这幅画值个几百万、几千万。嗯嗯嗯，不值得快乐。不知道吗？在你这是过路，哦。从唐伯虎画完开始，这当中不定经历过多少人了。哦，王财主到李财主，孙大人到赵大人，啊，打明朝才传到你这儿。是，除非你把它撕了，哦，你把它毁了，放火烧了，哟，对吧？这东西它属于你，啊，只要你活着，你这东西出去，比如说你过两天你没了，哎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还过两天啊？下礼拜好吧，不是下礼拜，真不是说没就没了，就说这意思。你有张唐伯虎的画，哦，你没了，然后这你一屋子金银财宝，嗯，你儿子叫一个收破烂的进来，300块钱全弄走了。我儿子败家子儿是怎么着？是你儿子是我搁着你们家的卧底。哎，这好，你是收破烂的，我给他300啊。别弄这东西，你是过路财神啊，
那个不是你的，这倒是。我趁两个亿啊啊，趁八千万哦。你要不花那个钱，不是你的哦。你趁两个亿，嗯。下礼拜你死了，对吗？对，我老得死了，我怎么？就是这意思，你死了，啊、那个钱不定是谁的，这带不走。你只有说这钱你花了，嗯，这钱于谦曾经拥有过，啊，这是我花的，花了的钱才是你的，也有道理。哎，但是快乐是永远属于你的，啊，这是你的亲身体验。我把这个快乐看得特别重，是吗？早晨起来，大家一出来，嗯，一出门口，嗯，车都停在门口呢，哦。家里那个孩子淘气，是拿大铁钉子在车上划，哎呦，划车！只要是别人过去，就得管啊！我绝不喊，是就这种童年的涂鸦很难得。哦，您管这叫涂鸦呀？哎，对，哦哦，你就让他划呗，划车啊！车坏了还能修呢，你过去踢他打他去，这个、啊、我干不出来。您这心真大，就站着看着，哦、当然。车也不是我的，哎啊，哦，这孩子也得管啊，孩子也不是我的，哎好，那是我也边上看，那是啊，啊，等了一会儿，那边车主来了，打这孩子，哦，我哎呀可快乐了，哎这个，您就这么找快乐呀、啊？人需要快乐啊，开心哦，胸怀要宽广一下，就想得开，是不是？嗯、没事的时候呢，嗯，就是什么高兴什么来。哦，怎么高兴怎么来，你别扭事你别，我就不爱听郭德纲，哦，我就恨郭德纲，是，然后把房都卖了，拿了个钱去买一张他的高价票，哎呦，坐了现场听每一个字，听完之后坐在门口吐血，气死我了，哎呀，你图一个什么呢，这不找别扭，不听别搭理他，嗯，你管他郭德纲如何，你别搭理他，嗯嗯，你走你的、嗯、这就可以，爱听谁听谁，哎呀，我就吃不了辣，我非得上人家重庆火锅那吃，吃完蹲在门口哭，然后你骂街，人家打死你都不冤呢、啊。对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哎，啊、嗯，交朋友也是啊。嗯，你就看他别扭，你还得非得找人去，请人吃饭，人家不去，还跪门口给人磕头。呵，图什么呢？见骨头吗？你看，嗯，就是你，我跟谦儿，我们俩好，是，我就愿意跟他一块儿待着。哦，我跟张三，哎呀，张三聊不来，得了，敬而远之，就别聊了。好朋友，什么叫好朋友？啊，朋字都会写。嗯，三点水宝盖，一个提头，这是利刀，这叫字吗？这走针儿，谁还没完呢？没有吗？你全是偏旁部首啊！您这，哦，可能你学的跟我不一样吧？嗨，这谁学错了？那是鹏字怎么写啊？两个月，那倒是，这字念鹏。嗯，为什么两个月念鹏啊？啊，这个中国古代啊，嗯、啊，咱们大部分都住在中原地区，是离着海边远，黄河流域嘛。见着贝壳不容易，嗯，拿贝壳当钱，哦，五个贝壳拿绳子穿起来，是，这叫一季，这最早的货币，两季为一棚，哦，这叫字，都挂了墙上，嗯，来哥们儿串门来了，嗯，摘下两串贝壳货币，嗯，带你吃饭去，哦，天长日久，由这个引申为这叫棚。是为你花钱，我觉得值，这叫朋友吗？这是朋友，嗯，朋友当然分多少种了，这还有多少种呢？那有酒肉朋友，啊，吃吃喝喝，吃吃喝喝准有他，一有事儿准跑，这叫酒肉朋友。酒这个不能交，对对啊、嗯，过去有那个笔友，什么叫笔友啊？写信，哦，以文会友。于老师在北京，嗯，认识贵州那个王寡妇，对，俩人笔友，你老公好不好啊？这不是王寡妇吗？怎么还你老公好不好啊？就是你们来往之后，他才成为了寡妇。嗯，哎呀，我们这个笔友之间交流的比较深了，对吧？嗯，你们用的是匕首。哎，这还别提王寡妇，这六谋害亲父，笔友写信。嗯，后来网友不就是吗？啊，网友啊，在网上聊天也写信，也聊天。哎，还有那叫什么那个，嗯，驴友，什么叫驴友啊？好旅游的那个朋友们。哦，在路上交的朋友叫驴友，对对对，嗯，还有驴肉友，驴肉友是在保定附近，哎，每人拿一火烧，哎，加驴肉的时候交的朋友啊，对对对，吃这个，哦，嗯，还有炮友，不，您这个，你看人大伙的反应你就知道，你们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，谁呀、啊？喜欢泡澡的朋友。
哦，你们以为是泡茶馆的那个了啊？咱别打哑谜了，成不成啊？哎，喜欢泡澡，老北京有这个。哎，这还真有。北京人啊，过去尤其那个，得老北京，就是就像他父亲那样的啊。对，泡老式的澡堂子。那会儿他爸爸带着我上清华池，啊，是上清华池最老的。我说洗个澡就摸。跟这待一天还跟里边吃饭、啊、对对对，他爸爸告诉我、嗯、少爷这你不懂了，那叫享受，这是一种文化哦，知道吗？嗯，跟里边吃剃头喝茶，嗯，什么叫青萝卜橘子瓣，对，哎，捶腰砸腿掏耳朵，哎，对对，踩耳，这是享受。嗯，看这块匾了吗？这是清华池，真到了，这百年老字号。对，今天大爷教你什么叫洗澡。是，老头脱个一丝不挂，哎，我还挺害臊，这害什么臊，还没进清华池呢，门口啊，门口就脱了，在虎方桥那十字路口，好家伙，湖广会馆就给脱了，感觉看完戏他爸爸光着屁股就出来了，哎呀，急了，那都、啊、太好了啊啊，爸爸这都是泡澡的高手，还没泡就脱吗？那是当然了、嗯、中国人好交朋友，是真正交朋友分多少种，这又多少种？你比如过去来说，嗯，钟子期、俞伯牙，哦，知音之交，没错，摔琴的那个，对吧？嗯，这个钟子期是一个樵夫，砍柴的。哎，这天跟着砍柴，嗯，听见岸边船上有人抚摇琴，抚摇琴。哎，抚琴的这个主，嗯，叫俞伯牙。对了，是晋朝的一个大夫。当官的，当时的官啊、嗯、都得到天下找高人、嗯、给朝廷推荐人才，哦，走的这个地方叫马鞍山，是啊，这是晋朝的时候，嗯，这个俞伯牙把这琴摆好了，是噔噔滴噔噔噔噔噔滴噔噔噔噔滴噔噔噔噔噔滴噔，俞伯牙弹的1953年，太晚了，您这俞伯牙弹的西河大鼓啊，我哪知道是什么呀？啊，哎，弹着弹着，噔，弦断了。哟，知道岸边有人偷听啊，这才认识了钟子期，这知音，俩人拜把子。哦，说明年这天我还来，咱们哥俩得好好聊聊。是，转年再来，钟子期去世了，就死了。俞伯牙到坟前哭了一抱，最后把这琴咵砸碎了，摔了。说这是我的知音，知音不在我对谁弹呢、嗯、哎，把琴砸碎了，哦，抱着碎琴，嗯，上保险公司骗保去了，哎，这嗨，挺好一故事让您给糟蹋了，嗯，这是真正的知音之交，是是，哎，论这个中国人说法可多了，好有讲究，你比如说忘年之交，什么叫忘年交啊？忘年交其实很简单，你比如说我，哦，这举例子，我是一个说相声的老演员，还老演员，比如说我今年已经78岁了，哟，那是高龄的了，78岁了，嗯，78岁老演员。于老师，我呢，你有一个孙女，嗯，19岁，是天姿国色，长得好看，就爱上了我。哎呀，啊、我有点纠结，怎么纠结？我跟你爷那么好，嗯，跟你奶奶也不错，是吧？但是你又这么爱我，我们只能打破世俗的偏见。我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哎，嗯，先别提忘年交啊、嗯，流氓就说流氓，知道吗？嗯、什么忘年交啊？这叫人就说这个意思，这就什么意思？忘记年龄的交往，年龄有很大差距，哎、忘年交、啊、是举个例子啊，这可以，你不乐意那就拉倒，非要压根儿不乐意啊，行，拉倒拉倒拉倒，行。回家吧、哎、什么就回家，回家给你爷办丧事去，哎，这啊，等他死了你再回来、嗯、来吧，这是忘年之交啊，啊，还有患难之交，这您细说，患难之交比如说于老师啊，这又说我了，于老师是一个84岁高龄的相声艺术家，酷，我这还大，呵，这回谁的孙女长得挺漂亮啊，没就是你自己，你到我这怎么一个人了？你这个，因为你这个相声艺术家很独特、嗯、怎么独特？嗯，这个很多演员不管是在专业院团内的，嗯，还是在民间的班社，哦，都不跟你来往。我这人缘这么差呀、啊？嗯嗯啊，哎，你是一个84岁的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哦，哎，从3岁开始学艺，哎呦，哎，学了一辈子，终于会了一个绕口令。
相声太难了。嗯嗯嗯嗯嗯。然后你每天呢就在西五环外边啊一个高粱地里边练功。我怎么上高粱地里练功？你不能进城，你不允许进这个六环。哦，我是黄牌的。哎，你烧豆油的。我这别提烧什么油了，反正你就每天跟这儿练功。哦，就这一辈子啊，你不管是专业院团的还是民间的，都搁一块儿没人搭理你，就都不理我。终于在你84岁生日之后，嗯，你编了一段新相声，名字是叫打倒郭德纲。那就很时尚嘛。哎，啊，一下就得到了大部分相声演员的认可。嚯，这主流的感觉都在高粱地里头呢，你瞧瞧。嗯，你不要瞎说啊。这谁说的？反正你就开始很好了。哦，很好，每天还在高粱地里边就练这段打倒郭德纲。哎，打倒郭德纲是。哎，练来练去呢天就热了。我好练练半年，练到夏天。是夏天呢，就来了好多这个喜欢捉蝈蝈逮蛐蛐的人啊，喜欢草虫的。哎，嗯，到高粱地来啊。是啊，大抄子下来夸哦，给您就扣上了。我拿我当蝈蝈了，扣上这玩意儿就喊，嘿，逮着了，这歌大，嘿，这歌大。废话，这是蝈蝈吗？哎，过来一瞧，坏了，怎么？于老艺术家啊，还都认识我，向您道歉。你瞧瞧，这帮人里边有一个是华侨，哦，就外国的，赞比亚的华侨。这地方偏点儿，在非洲的中南部地区哦，出咖啡，哦，有特产，出铜，嚯，哦，还有矿。当地人吃的东西叫恩西玛。什么叫恩西玛？就是一种成熟的农作物啊，咱们叫玉米，把它碾碎了之后熬的糊糊状的东西，就是棒子面粥。还恩西玛呢？还直说不就完了吗？赞比亚的方言，这叫恩西玛。恩西玛。哎，吃这三大特产啊，恩西玛、咖啡、铜。好，还挺全。哎，嗯，华侨回来逮蛐蛐，哦，看见您了，这就是那于老师，这么远人都认识我，太崇拜您了。哎呦，要不要跟我到赞比亚去发展？我上赞比亚，赞比亚给您，啊，给您做一铜大罐，好吧？那我还动得了吗？我来铜大罐，戴一咖啡帽子，嚯，哦，端着一大碗恩西玛啊啊！我什么形象这是？于老师开心，我要去的，啊，我喜欢这个，我要见见熟识。哎呦，我对了。嗯，我要去的，我要喝热乎的恩西玛啊！我净跟包裹地里待着。那是那是啊，嗯，他们许给我到年底给我喝热的那个棒子面粥啊，我等不了了，年底才给一碗，我等不了了。嗯，坐飞机到赞比亚，真去了。到那儿就让当地的土著给您捆上了。干嘛捆我呀？就是当地有那个土著野人食人族啊，食人族。哎，都是那个脑袋插着各种羽毛那个啊，拿着那个小叉子哦，哎，哇哇哇，就那个给您从上到下扒光了，一丝不挂。这是捆好了，准备拿您祭天。我不是到这儿发展了，拿我当阳台那么烤了。这个架好了，底下堆上柴火，啊，身上刷黄酱哦，哎，葱末撒上孜然辣椒面，他们这佐料还挺全的哈。啊，不，他这儿的人都不开化。是吗？不开化。这野人们跟那儿开个啤酒啊，准备刀叉。哎，不是，这挺开化的，这个在吃上边他们挺先进的。是给您都架在火堆上边了。哦，于老眼泪下来了，这还哭呢。我这辈子冤了。是啊啊，你说我好好这一辈子被这个绕口令多好啊，临了临了了弄个新作品啊，打倒郭德纲。是也没得到好处。对，早知道我就不弄这个了啊！就是我，谁能救救我呀？这打赞比亚这一声，我在北京就听见了。你先瞧我这嗓子，哎呀，心里难过呀！哎呦，都是说相声的啊！嗯，这才给他们打一电话。哦，把人放了吧。对，您这是救我呢？这您这不是救我，你是那头吧？患难之交，谁跟你患难了？就是你设计的套，这是一碗恩西玛就给我诓走了，感觉。你看你那个艺术水平，就值一碗。嗨，不，这不怎么样。这算是把于老师救了啊！于老师很感动哦，改邪归正是无以为报。怎么样呢？怎么报答我呢？啊，他有一个孙女儿19。哎，好嘛，我这都连着的。我们又打破了世俗的眼光。您还是看看世俗界吧。啊，嗯，这个就叫
患难之交。哦，就是，哎，还有一种呢，稳静之交。哟，这个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于老师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。哦，我又年轻了。哎，于老师坐在屋里边跟自个儿较劲呢。我较什么劲呢？我一块的发小哥们们都不错，混得好。张三，嗯，在澳大利亚买了两个海岛，这不是一般的好啊。李四是欧洲的首富，啊，这了不得了。我不能让他们比下去。这倒也是。我准备用3年时间，我成为一个万元户。我死不死啊？我追人家，我成万元户，我还用3年时间？不是，我这就是一个万元户已经满足不了我了。那于谦要干大事业啊！我要干，我要把赞比亚买下来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天天喝大碗的恩西玛。哎嗨，我报那仇去了，我上那，反正就想，那怎么才能够好呢？对，我得干事儿啊！哎，首先得有一好身体，好身体，我别回来有日子挣没日子花呀。对不对？想的还挺远。到那会儿，银行存那么些钱，啊，库里边存着这么多的铜，是，还有那么多的棒子面恩西玛，别提这个，我得有日子消费呀，啊，老喝着也受不了，对吧？嗯，于老决定明天先去做一个体检，啊，先从身体，从明天开始，嗯，拿出了半年的时间，是每天做体检。我也是浪的，我也知道吗？每天做体检，哎，到医院，嗯，我先要做一个胃镜。哦，看一看胃，这就别学了。大夫，来吧，啊，下管子，啊，你不是下管，下揣子呢？这是，啊，怎么样？通了吗？啊，是通了没通的，通了就反出屎来了。哎呀，废话，你这谁揣子？没问题啊，你看还是这意思，拔出来了啊。于老一翻身，嗯，来肠镜，我这嗨，这就快通了。哎呀。行了，就别学了，每天就这出啊！啊，到后来，胃镜不做了，哦，每天肠镜，啊，下得深一点，哎，连做了5天，嚯，哦！大夫劝他，是吗？要不您换一家吧？哎，对，我上瘾了似的，我们有点腻了，哎，对，啊，给大夫做烦了啊！嗯，于老师说，就这几天，哦，明天开始做 B 超了，哦，就改 B 超了，哎，早晨7点，嗯，于老师到医院做 B 超，可以到这儿了。护士说：“您得喝点水，得憋尿啊。”做 B 超是这样的，忘了。对对对，喝水。嗯，自个儿买了一箱矿泉水，真敢喝，大瓶的那个。嚯，噔噔噔，我这人实诚，喝。嗯，哎呀，一箱都喝了。嗯，啊，肺叶子都飘起来了。嗨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哎呀。一回头，嗯，上当，怎么叫上当？我就不该花钱自己买矿泉水。那我上哪儿喝水去？医院给准备茶了。有茶吗？旁边有一托盘，一杯一杯的。哦，于老师喝茶的高手，我是会品。有半杯的呀？啊，有多半杯的。有的呢是一个底儿，嗯，这个颜色有浅的有深的，茶不一样，有的里边还带着小石头，可能是岩茶。嗯嗯嗯，哎呀，普洱这是。哦，沙口。裤衩味儿？什么叫裤衩味儿？哪有这味儿的茶呀？别晃悠了，你醒茶呀？这还醒什么呀？这是生普洱，这个味儿啊，骚气。哎，那就别喝了呢。哎，这大托盘啊，40杯。现在不是讲究喝一米吗？嗯嗯嗯。喝完了啊，自个儿坐着坐着，嗯，护士出来了。哦，看我干嘛？啊，哎，你们这帮人从尿啊尿啊，
我这喝错了是吗？我说怎么骚味儿的呢？于老师觉得嘴里边拉不开栓了，那是，而且牙碜，嗯，然后就喝上那盐茶了，可能，嗯，漱口吧，啊，厕所有那水管子，哦，拧开了，是，咽了，漱口你倒吐了啊！哎呀，就这，我肚子已经这样了啊！这会儿已经11:30了，于谦到你了。啊，到中午才这儿进去做 B 超嘛？是啊，啊，上一个病人刚出去，于老师进来了，带着肚子就进来了啊。人家大夫，嗯，来躺那儿，啊，医生准备一下。对，肚子也亮出来了。是啊，做 B 超。于老师躺那儿，人家大夫换手套，嗯，把裤子穿上。哎呵，我全脱了。他哪懂？他以为准备一下呢。啊，裤子穿上，拿这个。那手柄，对，肚子上给擦点东西啊，那油，这看着显示器，是大夫摁他的肚子，嗯，哪那么使劲呢？大夫也是没轻没重，手劲狠，疼啊，滋，哎呀，这怎么意思？墙上出四个字儿，写的是"妙手回春"，呵，哎呀，我还滋出四个字儿来，你。大夫把东西放下，啊，你去走走去，啊，上厕所快去，好，好，啊，我们这屋得开个窗户了啊，嗯，怎么至于那么味儿吗？人家到点了，中午吃饭了啊，哦，你下午再来吧，还坐呀？那是于老师上厕所了啊，12点进厕所，啊，尿到12:40，好家伙，我尿了小一钟头，嗯，这儿出来，嗯，找地儿吃饭吧，先吃饭吧，吃完饭下午2点回来，哦，从头喝水，我这撑的嘛，嗯。买大瓶水，暖暖暖暖暖，还喝这个？还问人家那盘儿那还有，嗯？没茶了，没茶了，啊，茶都撤了。嗯嗯嗯，哎呀，肚子胀了难受啊！啊，上医院门口溜达溜达吧。啊，我先一出来，医院后门这儿是一条小河沟，啊，风景还不错。于老跟这儿遛弯儿。哦，走着走着，来一大姑娘。嗯，大姑娘往河里边走，这是要自杀。我，哦，碰上轻生的了，啊，愣往水里走啊！哎呀！水都到这儿了，脖子再走几步就淹了。嗯，于老得救人呢。是是，跑过去来不及了，太远。于老脱裤子跟着河边就尿，撒尿管用吗？往河里尿啊！这女的水都到这儿了，哦，转身上来了。哎，好嘛，我这曲线救国了。嗯，到跟前问他，嗯，你是人吗？你怎么了？哎，我姑娘，我这不。救你吗？对呀，啊，救你吗？嗯，你那么缺德了你？嗯，鼓足勇气想死，没想到让你一泡尿把我给逼回来了。嗨，啊，别别，姑娘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这也是好事。为什么要寻死呢？嗯，我还哭了，我男朋友不要我了。哦，失恋了，他非说我出轨。什么？出轨？说我跟王先生出轨，他其实冤枉我，人姓赵。哎，嗨。不是就换个姓吗？你这孩子是老陈的，好家伙，那是得不要你。于老感动了，是吗？这就是我心中的白天鹅呀。你怎么瞧出来的？这是，那就是贞洁烈女啊。啊，我很喜欢你，我可以和你在一起吗？我这瞧见什么了？女孩看看他啊，想跟我在一起，你嗯，啊，你不能交过女朋友啊。我没交过女朋友，我还真许愿啊。那行，嗯，啊，但是我有要求。什么呀？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。哎呦，谦儿叹口气。嗯，有车有房可以做到，是买车买房呗。对，但我是个孝子啊。哎，父母双亡这个事儿啊，你得给我点时间呢。哎，嚯，我真要回去下手去，是怎么着？因为我父母啊，他出去玩去没在啊，怎么也得等他们回来是吧？好家伙啊，我准备准备，我犯得上犯不上了吧？女孩这才同意跟你在一起。人还真土口啊。哎，哦，在北京最高档的一个别墅区，哦，租了这么两套房子。租两套。哎，女孩住二套，是你住3号。哦，你们就算是同居了。我缺心眼儿吧？我啊，我们俩一人一套房子算同居了呀。就是你一直没想到这个啊。每天早晨买早点给人送去，嗯，伺候人吃完了刷盘子刷碗，是中午你还买菜。哦，哎，晚上都收拾好了，是说晚安，你就回来睡觉。我浪催的，我这是，
一晃了一年多呀、啊。啊，一眨眼一年半。哦，这天晚上于老师自己呢躺着不睡觉。我一人住啊，晚上睡不着啊。嗯，电视正演《动物世界》。哦，《动物世界》里边有话，说什么呀？春天来了，动物到了交配的季节。哦，于老师坐起来了。嗯，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呢，我这才想起来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我拿《动物世界》当毛片看了，我这，我这业余生活太匮乏了吧，我这个，我要去找我的女朋友。这才想起来，有那儿的钥匙，早干嘛去了你？到那儿拧开门，一开门啊，床上这女孩跟一个小伙子躺在那儿了。哟，于老师愣，傻了，打扰你们了吗？哎，俩人坐起来了啊、哎，愚人节快乐！于老师可开心、啊，愚人节啊，我还挺配合。啊、晚安，哎，我走了，于老师就走了。嗯，一晃又半年。这就两年了啊！嗯，半年后的一天，于老师和这个女孩并肩走在街上，嗯、突然间于谦站住了。我想起什么来了？不对，嗯，那天不是愚人节吧？嗯，半年以后我才想起来。跟我说，啊、你是不是骗我？哦，那天不是愚人节，我就找他。路边有卖西瓜的，嗯，于老师一伸手把卖西瓜的刀举起来了。是，跟我说实话。哦，要不然我就死给你看。这就威胁，千钧一发，我到了。您说什么？谦儿叫我，还一回头，嗯、哎，这是刎颈之交，这不是刎颈之交，我就死你手里了。这是后事都是我给办的，那管什么呀？坟前立块石碑，两个大字写着"活该"哎。对。我这也有点活该，这就叫刎颈之交，那就是抹脖子嘛。哎，这都不算什么 啊。哦，最厉害的是金兰之交。金兰之交又是什么意思？拜把子，干兄弟。为什么叫金兰呢？啊，世界上没有比金更贵重的金属了。哦，兰呢，闻着有香味儿，是君子花。哦，用金和兰代表这种崇高的友谊，叫金兰之交。于老师和另外两个人金兰之交了。哦，我有三个兄弟，一个是高峰啊，嗯，一个是孙越。哦，我们还都同行。高峰就是德云社说相声那个，对，大高个戴眼镜，摘了眼镜什么都看不见。高老师，高峰、嗯，孙越是跟岳云鹏说相声那个胖子。哎呀，德云社将近400斤，大胖。啊、嗯，他那个裤衩脱下来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哎嗨，没型儿，嗯，大胖子，嗯，哎，三个人一个头磕在地上，拜把子了。从此之后就是亲生的哥们儿一样。啊，对，哥仨、嗯、一路往这边来，接上我们去取经，知道吗？我们是猴和八戒是吗？没我啊，就你们仨。嗯，这里边要有我的话，我就拦着你了。怎么还拦着我呀？别跟他们俩一块拜把子。哟，您这干嘛呀？您的人品很高尚，那您捧我。他们俩人在道德在方方面面有些欠缺。哟，这话严重了，人不好是吗？嗨，有的事儿也很难说、啊。怎么回事？咱就说一个很小的事情，简单的说，高峰，嗯，和孙越的太太有些不检点，嗯、有没有很兴奋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不要戳破，不要戳破。我这个怎么回事？你看这、啊，你看，这他都不知道吧？求知欲很强。对对，嗯、啊，这个谁，孙越就住的那小区叫什么？叫高老庄啊？是什么？啊，还是猪八戒呀？不是，他媳妇儿姓高，姓高。哎，对，高太公的三闺女。这你甭往这猪八戒身上说。哎，有的时候、啊、有的事儿我不爱说，不好听，背后给人串闲话似的。我就没有外人。孙越告诉媳妇儿、嗯：“我们有演出，我得走。嗯，我得走四五天。”哦，大胖子收拾东西走了。哦，他刚走，怎么样？高峰就来了，前脚走。好，戴眼镜。嗯，到了，真找着了。哎，叮咚。啊，门铃，门铃，门一开，嗯，孙越这媳妇儿，嗯，高翠兰呢，她叫，哎，这别提这名字了，进来，嚯、哦，高峰就进去了啊，哎，门一关，高峰把眼镜就摘了，摘眼镜，干嘛？到青花池了是怎么的？全脱，干嘛呀？一丝不挂，啊，对，
干什么来了？你看，全脱，但是摘了眼镜就看不见了。哦，一丝不挂，看不见了。嗯，洗澡在那屋。你进了屋再摘好吗？跟你爸爸学的吗？就别提这个。嗯，孙胖子媳妇搀着他。哦，搀到洗澡这屋浴室。哎，到这儿扶好了。嗯。哇，调好水，洗头水在哪儿？这个费劲劲儿的，还有心肠干这事儿？洗，嗯，洗干干净净的，关上了啊。浴巾在哪儿？全找啊。嗯，这会儿功夫，门口砸门，谁来了？孙胖子。哎，这不四五天的吗？开门回来了。哎呦，演出推迟了。嚯啊，改天再去啊。孙越这媳妇也傻了，老高也傻了，那谁都得傻喽，尤其是老高啊！啊，一丝不挂又看不见道，对，怎么办？啊，孙胖子这媳妇太聪明了，想什么主意？出来，哦，蹬出来了。嗯，浴室外边墙旮旯，你站好了。嗯，摆个姿势，摆姿势。嗯，干嘛？家里有大盒的痱子粉，爽身粉。他们家那爽身粉大盒的啊，哎，40斤一盒那种。嚯，面口袋这是。孙胖子吗？啊啊！打开从上，呜！哎呦，一身白。一倒一盒。啊！高峰跟这站着。啊！他媳妇儿打旁边摘一个台灯的灯罩。嗯。给扣脑子上。嚯！高峰。还有这姿势。这才开门。嗯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嗯。哎，演出推迟了。哦。演出推迟了。这个，我们那个主演那个老艺术家啊，上赞比亚了。哎，好嘛。这都连着的感情。嗯，说等过几天啊，那个释放之后我们再演。哎，等郭德纲救了。那是，这不挨着，啊，这还不挨着呢。孙胖子拎着箱子进来，嗯，看了一眼墙角，嗯，哟，眼神也不怎么。媳妇儿瞧什么呢？啊，赶紧，忙忙活活的啊。啊，这回来的时候是中午。哦，那两口子吃饭。嗯，吃饭收拾完了，胖子啊。要午睡啊，睡会儿觉，躺了会儿。高峰一直跟墙角，啊，这位还真执着。睡到下午四五点，胖子起来了，弄晚饭吧，还吃晚饭，吃晚饭。嗯，人两口子跟这儿煎炒烹炸焖刘熬炖，呵，八个大菜，还喝点酒。哦，这顿饭吃了9点多啊，吃完了收拾完了，坐着看电视。是，高峰跟这儿，哎，好嘛，这体力活儿，这是打早晨8点半洗完澡就一直这样。哎呀。等着吧，嗯，晚饭收拾完了，11点又夜宵，好嘛，叫的烤串，叫的乱七八糟的，人两口子又吃又喝啊，吃完了都收拾了，哦，10点多收拾完了，11点多吃的夜宵，12点多聊了会儿天，又吃点水果，1点半这才开始睡觉，这才躺下，才躺下，嗯，两口都躺下了，这媳妇心都到嗓子眼了，那是站一天的那样啊，心噔噔跳啊。2点半这媳妇儿才睡着，哦，睡着了，孙胖子坐起来了，拿手指着这媳妇儿，哼，转身下地啊，奔厨房，一把就把大菜刀抄起来了，这是要动杀心了，大冰箱里边，嗯，把面包拿出来，烫烫剁了2块，嗯，大颗火腿烫烫切了2片，面包夹火腿这么大块啊，打不出来，奔高峰就来了。干嘛呀这？高峰还跟这站着。哎，这还站着。孙胖拿着面包夹火腿。嗯。哎，吃吧。嗯。在于谦家差点没饿死我。啊，不还有我的事儿。